民国一百年，我才特别企划最强排行榜大集合，最佳造型 Top Five。我是凤凰，我是皇帝阿姊，我的名就叫我。哎，大家好，大家好，嘻哈你们今天不用学，我教你们叫做嘻嘻哈哈，好不好？真的假的？这简直在开玩笑嘛！你们二位 ，Action， 很好，笑出声音来。还有观众最想再看一次 Top Five。风景，不要紧张。我先讲一下啦，我肚子有用力，肚子太大，你们快回出来！是啊，你没意思啦，我好看你家己吃，对咯，弄好。好。那么老，哇，你叫青莲，啊我嘞，我叫花莲，哼，你的名更好听，花莲。还有浏览率爆表的Top Five。郭玉瑞17岁170公斤手吗？女生的手吗？而且她腿还蛮细的。Say hello， 太酷了。Hello， 大家好。根本是小女生呢。哎，我跟你讲啊，她最适合干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啊？取代俗一体另外一位。还有你一定要回味的经典爆笑 Top Five。我听说被点穴的人是推到地上也不会动。这么说，我应该换一个舒坦一点的姿势喽。好臭！哎，真的不会动哎。我还听人家说被点穴的人，你不管怎么弄他，他都不能反抗。放脸，放脸，放脸！找不到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来照顾我们的爱女儿了，哎，就这样吧。冲！站住！不要拿这两根油鼻涕。赶快去敬一下那个岳父，然后跟他赔个罪。等等，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没有，刚看到三号机特写我的脸。我今天是演关公吗？国猜特别企划超精华排行榜，无框封闭。国猜开播至今，录制许多创新的经典单元，很多主题仍让观众回味再三。尤其主持群的外景挑战不同任务和装扮，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来者。到底这些观众想看也看不到的内容有多猴塞雷呢？到底大小 S 当年有多牺牲多搞笑，而 SHE 有多冒险多辛苦，阿雅和杨丞琳又有多无厘头呢？这些被观众和制作单位选出的必看排行榜，今天就要笑破你的肚皮。我猜特别企划最强排行榜大集合，现在马上揭晓喽！最强排行榜之最佳造型 Top Five， 最佳造型第五名。Hello, my name is L Woods。没错，我就是《金发尤物》的女主角 L Woods。现在呢，当红的那位女主角就是我，而我呢，就是个爱狗如命的人。今天听说要跟阿雅比一个宠物的料理大赛，狗狗料理。当然呢，我那么爱狗，我怎么可能不知道狗喜欢吃什么？所以我来到了这家餐厅。而我们的狗狗呢，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这非常好吃的狗狗料理，所以我们赶快来进去瞧瞧吧。Go！汪汪汪！大家好，它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狗狗。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找这个狗料理，由狗狗来找狗料理，那当然是最适合的，哈哈哈！冲冲冲，我们一起冲了！我来了，你好你好，先把这颗头脱下好了。
不晓得台北最近天气很热吗？真的不晓得是哪里得罪制作单位。上个礼拜我扮羊，这个礼拜我扮狗，下礼拜是什么啊？不过听说这家店呢很特别，非常值得我们来。搞了半天最累的是阿雅，被设计扮成101中狗，不像杨丞琳可以美美的出外景，待遇果真是有差。得奖原因正是人狗殊途。阿雅辛苦你了。最佳造型第四名。今天最佳造型第四名便是大小 S 挑战摇滚乐的现场演出，一身摇滚造型的他们表演成果到底如何呢？现在来欢迎出场一下鼓手大 S。 谢谢。今天这个装扮很丢脸，大家今天看过就算，忘了他吧。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吉他手小 S。大小 S 这次戴上彩色假发，配上重金属饰品，加上皮衣皮裤的穿着，彻底牺牲他们的色相，希望他们的努力与牺牲可以获得观众的支持哦。耶！小 S 一身摇滚劲装打扮，加上架势十足的台风，玩起摇滚一点也不输人。这个经典挑战摇滚单元你还记得吗？得奖原因便是大小 S 彻底让摇滚精神不死。最佳造型第三名。既然说是爱情故事的话，我们有女主角，必须要有一个男主角。大小 S 继续找男主角。好，你今天有没有空？那个还在芙蓉一趟。好，拜拜。果然是随口随到的好朋友，黑人当选男主角啦！真的是非常好的造型，适合你，很适合我们这首歌曲。小 S 被自己的服装给吓到了。哎，我们男主角正好也来，两个人搭配看看。嗯，很好，他今天穿着也很好。请问这是什么？很适合他，你不觉得吗？两个人有这种初恋的感觉。接下来这个看就很重要，就是你跟男朋友在跟男主角在这边相会。那我们的男主角，那他等一下在这拜完的时候呢，这个香会烫到你的下巴。等一下我说开始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拜哦。然后男主角我说进去的时候，你听我口令就入境，好不好？ Action， 男主角入境，好，开始拜，很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赶快把它摸一摸，揉一揉，抓住他的手，触电的感觉很好，好咖。非常好，你们俩非常好，非一次 OK， 欲望呐喊出来。哇，真不愧是人中皇后啊！小 S 不计形象的煽情演出，果真经典呐、啊。眉毛稍微挑一下，就是这种感觉。再一次，对，就是这种感觉。堂堂64的男子汉陈建忠，简直毁在大 S 的手上。小的人中力量强，好吧，现在观众就是冲你们看。可是在这个戏码当中用不到人中哦，尽量尽量发挥。好，准备好了哦！5、4、3、2 ，Action！ 很好，笑出声音来。6、7、8，左边转圈，摆一个 pose， 右边要开始跳喽。左右左左好，左右摇摆，很好哦，很好哦。结合爱情故事与舞蹈动作的庙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庙会，王梦玲主唱，
陈建州、徐熙娣领衔主演，徐熙媛编导。云霄，喊住青龙探头望，时时笑张嘴。红烛火，檀香烧，菩萨满身香。祈祝年冬收成好，游子都平安。把闹传云霄，半谢将军站两旁，叱咤想当年。我的妈呀，再次见识到人中皇后小 S 的功力，果真威力惊人。这个特别版的庙会 MV 再度展现大小 S 的无厘头能量，不知道看完这支 MV 有没有让各位想去庙会的冲动呢？而得奖原因就是松够了。最佳造型第二名，谁敢在我面前提到 fashion？ fashion 对我来说就像是喝白开水一样，是一件生活必备的事情。Oh my god！ 听说今天要跳舞是呗？啊，今天的嘻哈舞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呢？好歹本人也是有舞蹈基础，待会呢要见到那位嘻哈小天王，听说啊，他的舞步是很不得了的是呗？我可要好好的打扮一番，不要让他失望了。快要迟到了，来了，气疯了，来了，朱哥，不，朱哥，来了，秀哥，朱哥，我是阿雅，你好，我是陈琳。亚洲舞王罗志祥看到阿雅和杨丞琳的打扮，实在令他大傻眼。阿雅和杨丞琳到底穿了什么风格的服装呢？干嘛穿成这样呢？没有，因为我们两个呢，其实想要做最时尚的女子团体。没错，我们认为现在就是打扮要有想法、有风格，就例如高腰啊，对啊，垫肩啊，或者你脸上那颗，那是瘤吧？我想，那是痣。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教我们一些 hip hop 之类的呢？嘻哈，好不好？我们今天打扮这样已经是够有诚意的喽。又，那这样好了，这样好了。嘻哈，你们今天不用学。我教你们叫做嘻嘻哈哈，好不好？真的假的？这简直在开玩笑嘛！你们二位，讲真的，你本来打算今天要教我什么？因为我今天还没看到你们那个穿着嘛，所以我想象说你们应该会穿得很辣，然后穿得很漂亮，然后呢，我就教你们日本最流行的，比方说 sexy。哦 sexy 是不是？可是现在呢，我就好了嘛。Yeah， 好想开，可是转回正面呐。好了，用背面跟大家讲话。是这样，对。Come on， 大家好，我们是嘻嘻哈哈101。会红会红。大家还记得这个叫嘻嘻哈哈的女子团体吗？蒙甲风格的花衬衫，火辣辣的鲜艳大口红，还有怂到不行的发型，这样的 style 不得奖还有天理吗？最佳造型第一名。生平第一次化歌仔戏妆的大小 S， 两人在脸上涂上鲜艳的颜色，当时一向清纯的他们会变成什么模样呢？大概是我最浓的一次的妆，而且颜色最多，还有我眉啊，而且最接近真实。你们看到真实是谁吧？真的。《七夜怪谈》里面那个真实，今天我跟他是姐妹，而且我还是说很自然，我还扮真。演技要正，让我们上台。阿雅伟，救狼哦！没想到画上浓妆的大 S， 竟变成恐怖片女主角。
同款，我是皇帝阿姊。我的名就叫啥？是嘛？有一个男朋友，外事好是看电影。想不到小 S 唱得不错哦，来看看她的口白念得如何。江西万太乡，道内有口音，你我夫妻该算出好啊听。小 S 任务完美结束，换大 S 演出啦。而在这个时候，小 S 竟将大 S 突然推出去，大 S 会发生什么状况呢？原来根本没有轮到大 S 出场，而陷害他的小 S 还在旁边幸灾乐祸呢。S 在台上等待着开唱的机会，但是还是没有轮到开口唱的时机，连路人都酒后不耐离开啦。S 只能在台上一直等，一直等，痴痴的等，等到不停的换 pose， 就是等不到场的机会。到底他要等多久呢？大 S 演歌仔戏，错过就等下辈子吧。我猜最强排行榜最佳造型 Top 5陆续公布了前四名，而第一名的歌仔戏装扮果然是众望所归，但大 S 到底有没有开口唱呢？谢地阿弥陀佛，大 S 终于唱完了，现在来看看她的口白如何吧。大小 S 果然不是盖的，连歌仔戏都能粉墨登场，这种自我突破的精神不愧是最佳造型第一名啊。我猜最强排行榜最想再看一次 Top 5， 最想再看一次第五名女子天团 SHE 的合体大挑战，他们接到的任务便是三人行不行杂耍特技大挑战。到杂技学校受训的他们，到底要挑战哪些项目呢？太花招哎！你们先去听，我先走，我不要学了。我也不想学。三人行不行？等一下，我们真的要学这些吗？真的要学啊？真的吗？真的要学吗？我不要，真的不要一样啊！我会拿火烧自己，不要学了，好不好？首先 ，Ella 挑战的是踩大球，一直站不上去的 Ella 可要加油哦。而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到底表现如何，马上来看看吧。还是我先扶你。好。还有哪里老师？我要从最简单最简单的。我会，看我是切砖之王，第一个动作都会了，只是有点歪歪的。哦，老师我不依，他一直掉。第三个。厉害了吗？初学者就这么厉害？好，慢慢分解哦。先把它转到会动，然后过去一个套在头上，然后另外一个。我先练那个。先练。我
拉锤子，一个上面。不是，那镜头被你砸了。在练习一段时间过后 ，Ella 终于可以站在球上嘞。但是站在球上的 Ella， 这个时候，却突然发生了意外。Oh my god！ Oh my god！Ella 这跤摔得可不轻呐，看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喽。而 Selina 在练习 ending 的动作时候，竟发生了小小的意外哦。大舅妈，还有吗？还有什么？有血汗头，然后接。不流血。流血。没有啦。前面。不是啊，嗨，有啊，有啊，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的 Selina， 竟在练习最后 ending 动作的时候被套圈打中嘴唇而流血，真的好辛苦哦。SHE 为了节目演出付出的血泪实在令人佩服，而他们努力不懈的精神也让他们在歌坛的地位奠下根基，大家可要好好学习哦。最想再看一次第四名大小 S 伪装大考验，游戏规则是在不被认出的状况下完成五份问卷调查，到底他们能不能挑战成功。戴墨镜好了，然后头吹怂一点那种，然后鞋子要换一下好不好？鞋子要换，这太时髦。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双鞋时髦吗？嗯，这不是那种什么地沟飘冰冷穿的那个，现在是。太夸张了，小 S 袜子竟然也是豹纹的。哈哈哈哈哈！什么骨子啊？好厉害的！我简单想说，是穿短小裤，里面卡脚裤的校服。我换鞋。他根本就是活脱脱的高中生，这样子弄眼镜，然后再戴一个假发，全是假发。我觉得假发是染色，你们不觉得他的脸上那种爱发青吗？这假发。大 S 高中时的妹妹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现在呢，我开始去做问卷调查了，但是我们俩在，我内心是觉得我可能一下就被认出来了，因为通常应该不会有这样有人穿这样上街吧，而且加上我又戴牙套，所以好人生嘛，我就去接受挑战看看。你刚刚走快呀！陈姐，不好意思，可是这条问卷调查。哎呀，小 S 出师不利，被路人无情拒绝。小姐，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做一个问卷调查哈，就是我们想要，我们是一个出版社，然后我们想要请问一下，说你有没有就是想要看哪一位女艺人开始宣布？对，一种嘴巴。对，因为我们想说，如果谁的票比较高，我们可能就会帮他付一本嘴巴。其实妈妈想叫他走了，你看到吗？就现在，因为他们四个是刚好是好朋友，然后是比较年轻的偶像，所以我们就从他们四个当中下手。小 S 乱掰功力，果真一流，任务挑战成功。三。可是就是麻烦你帮我们做一下问卷调查哈，因为我们是一家出版社，然后想要帮艺人书写真集，然后想要就是知道一下民众的感觉，那你可以帮我们写一下这个资料。小 S 已经完成三份问卷，我们来看看小 S 接下来能否挑战成功。同学，你们可以做一下问卷调查吗？可不可以这样？哈？哦哦，小 S 被同学认出来了，先生。你好，我们想要做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只要大概你三分钟的时间，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填一下？填一下。嗯，我一定填大 S 的。想看女艺人拍写真集哦。想不到大 S 进行的蛮顺利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事要发生了。你好像是大 S 吗？你快被认出来了，好烂哦！大 S 第一次挑战失败，接下来状况又会如何呢？不好意思，两位，可不可以请你们坐一下？我被围住了。想不到大 S 被粉丝包围索取签名，真是弯腰失败的挑战。
由于比赛规则要完成五份问卷，而大 S 连续失败了两次，所以由小 S 这组获胜。而落败的大 S 将要接受什么惩罚呢？因为他后面有音乐，你们呢要跳的跟这个音乐完全不合。大 S 与吴佩慈接受的惩罚就是无节拍任务，他们会跳得如何呢？太容易跟上节拍，好了，我来了，跟上节拍，你跟上节拍了，我没有啊，你在旁边跳。连围观路人看到吴佩慈的舞步也不禁笑了出来哦。示给你，我示范给你看，再跟上节拍啊！没你加油，没你加油，没你加油！你看狗狗那个，旁边那我要跳慢舞。好啊好啊，还是。小 S 伪装大考验已经不可能再度发生在台湾电视史喽，而小 S 伪装的最好，正是得奖的原因。最想再看一次第三名 ，SHE 继挑战杂耍特技后，再接再厉挑战高难度啦啦队大挑战，在他们训练的过程中，又会有哪些惊人的特技动作上演呢？怕屁呀！我觉得应该 OK 啦，我们去看看。请问一下，我们啦啦队这间地方可以吗？我们特别准备的，跟我们比起来，比较快多了吗？可是这样很轻盈啊，很轻盈，我可以做这个动作给你看。表现也不错，该你了。平常爱笑的 Selina 又会做得如何呢？好，很高了，这好过瘾，好好玩哦。哎，哥哥，我还要你手臂应该很酸吧？天哪 ，Hebe， 你是被点了笑穴，一直笑个不停。而这个动作 ，Selina 又会表现如何呢？啊！救命啊！救命啊！我刚才到老师的话，抱歉了，因为抓扣子抓很，而且我眼睛都这样，眼睛都紧绷的。没错，接下来就是要让人全身紧绷，像电梯一样让人抬上去。你每天都在踢翼嘛？哦，有啊，这样才有自信。一插的啪嚓，插吓到人。先来看看 Hebe 是否能够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绷紧，不要紧张。更多惊险外景，广告后马上回来。
我猜最强排行榜最佳造型 Top 5陆续公布了前四名，而第一名的歌仔戏装扮果然是众望所归，但大 S 到底有没有开口唱呢？谢地阿弥陀佛，大 S 终于唱完了，现在来看看她的口白如何吧。大小 S 果然不是盖的，连歌仔戏都能粉墨登场，这种自我突破的精神不愧是最佳造型第一名啊。我猜最强排行榜最想再看一次 Top 5，最想再看一次第五名，女子天团 SHE 的合体大挑战，他们接到的任务便是三人行不行杂耍特技大挑战。到杂技学校受训的他们，到底要挑战哪些项目呢？太花招哎！你们先去踢，我先走，我不要学了。我也不想学。哎，三人行不行？等一下，我们真的要学这些吗？真的要学啊？真的吗？真的要学吗？我不要，真的不要一样啊！我会拿火烧自己，不要学了，好不好？首先 ，Ella 挑战的是踩大球，一直站不上去的 Ella 可要加油哦。而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到底表现如何，马上来看看吧。还是我先扶你。好。哎呦，来了老师。哇，从最简单最简单的。我会，你看我是切砖之王，第一个动作就会了，只是有点歪歪的。哦，老师我不依，他一直掉。第三个。吗？初学者就这么厉害？好，慢慢再次慢慢分解哦。先把它转到会动，然后过去一个套在头上，然后另外一个。我先练那个。先练。我的手，我的手。让它垂直，一个上面。那镜头被你砸了。在练习一段时间过后 ，Ella 终于可以站在球上嘞。但是站在球上的 Ella， 这个时候，却突然发生了意外。Oh my god！ Oh my god！Ella 这跤摔得可不轻呐，看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喽。而 Selina 在练习 ending 的动作时候，竟发生了小小的意外哦。大舅妈，你，还有吗？还有什么？有脚汗头，然后接。流血。流血。没有啦。不是啊，还是在哪？是啊，有啊，有。不是，有啊，有啊。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的 Selina， 竟在练习最后 ending 动作的时候，被套圈打中嘴唇而流血，真的好辛苦哦。SHE 为了节目演出付出的血泪实在令人佩服，而他们努力不懈的精神也让他们在歌坛的地位奠下根基，大家可要好好学习哦。最想再看一次第四名，大小 S 伪装大考验，游戏规则是在不被认出的状况下完成五份问卷调查，到底他们能不能挑战成功？戴墨镜好了，然后头吹怂一点那种，然后鞋子也换一下好不好？鞋子要换，这太时髦。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双鞋时髦吗？嗯，这不是那种从理工飘冰冷穿的那个，你现在穿。太夸张了，小 S 的袜子竟然也是豹纹的。好厉害的，他鞋在想说，是穿哪条裤？没看到裤的效果。我换鞋，你是这样子，他现在就是活脱脱的高中生，这样子穿的也是，然后这
后再戴一个假发，全是假发。我觉得假发是染色，你们不觉得他的脸上那种爱发青吗？这假发也太……大 S 高中时的妹妹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现在呢，我开始去做问卷调查了，但是我内心是觉得我可能一下子被认出来了，因为通常应该不会有这样有人穿这样上街吧，而且加上我又戴牙套，所以好人生嘛，我就会接受挑战看看。你刚走过来。不好意思，小 S 哎呀，小 S 出师不利，被路人无情拒绝。小姐，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做一个问卷调查哈，就是我们是一个出版社，然后我们想要请问一下说，你有没有就是想要看哪一位女艺人开始宣布？对，一个嘴巴。对，因为我们想说，如果谁的票数比较高，我们可能就会帮他付一本嘴巴。他妈妈想叫他走了，你看吗？因为他们四个是刚好是好朋友，然后是比较年轻的偶像，所以我们就从他们四位当中下手。小 S 乱掰功力，果真一流，任务挑战成功。真。可是就是麻烦你帮我们做一下问卷调查哈，因为我们是一家出版社，然后想要帮艺人书写真集，然后想要就是知道一下民众的感觉，那你可以帮我们写一下这个资料。小 S 已经完成三份问卷，我们来看看小 S 接下来能否挑战成功。同学，你们可以做一下问卷调查吗？可不可以做一下？哈？哦哦，小 S 被同学认出来了，先生。你好，我们想要做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只要大概你三分钟的时间，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填一下？填一下。嗯，我一定填大 S 的。想看女艺人拍写真集哦。想不到大 S 进行的蛮顺利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事要发生了。你好像是大 S 吗？你又被认出来了啦，好烂哦！大 S 第一次挑战失败，接下来状况又会如何呢？不好意思，两位，可不可以请你们坐一下？我被围住了。想不到大 S 被粉丝包围索取签名，真是弯腰失败的挑战。由于比赛规则要完成五份问卷，而大 S 连续失败了两次，所以由小 S 这组获胜。而落败的大 S 将要接受什么惩罚呢？因为他后面有音乐，你们呢要跳的跟这个音乐完全不合。大 S 与吴佩慈接受的惩罚就是无节拍任舞，他们会跳得如何呢？太容易跟上节，好了，我来了，跟上节拍，跟上节拍了，我没有啊，你在旁边。你跟上节拍吗？更没听见。好，等一下，我既然已经没有跟上节拍，就让吴佩慈 solo。连围观路人看到吴佩慈的舞步也不禁笑了出来哦。示给你，我示范给你看，再跟上节拍啊。没你就有，没你就有，没你。小 S 伪装大考验已经不可能再度发生在台湾电视史了，而小 S 伪装的最好正是得奖的原因。最想再看一次第三名 ，SHE 继挑战杂耍特技后，再接再厉挑战高难度啦啦队大挑战。在他们训练的过程中，又会有哪些惊人的特技动作上演呢？怕屁呀！我觉得应该很 OK 啦，我们去看看。做的东西给你看，你看，下
sister 啊，而且该你了，飞哥要生气了。眼睛凸出来，跟飞哥有点像，还不错，还不错，表现也不错，该你了。平常爱笑的 Selina 又会做得如何呢？好，哇，很高了，这好过瘾，好好玩哦。哎，哥哥，我还要你手臂应该很酸吧？死鱼那个脸啊，天哪 Hebe， 你是被点了笑穴一直笑个不停，而这个动作 Selina 又会表现如何呢？啊，救命啊，救命啊，我眼他看到老师他抱歉了，一直抓扣子而且我眼睛都这样，眼睛都紧绷的。没错，接下来就是要让人全身紧绷，像电梯一样让人抬上去。你每天都在踢一毛哦。有哦，好，这样才有自信，一插的啪嚓，插吓到人。先来看看 Hebe 是否能够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绷紧，不要紧张。好可怕，真的好可怕，我好吓人。更多惊险外景，广告后马上回来。大小 S 本土戏剧初体验，闽南语破到吓死人。记呀，啊记呀，你的名就叫青莲。好，你的名就够，你的名就够叫青莲。我的名就叫花莲，就叫花莲。你讲，未歹听啊？未歹听啦。我叫拖西莲。我叫拖西莲呢。是啊，你名叫做青莲，我外名叫花莲，袂歹听啦。我叫拖，我叫拖西莲，袂歹听啦。我个叫拖西莲，拖西莲。大小 S 的超破闽南语，绝对让你捧腹大笑。我猜2月26全新改版，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Coming soon。我猜特别企划最强排行榜，最想再看一次 Top 5。挑选内容已经公布到第三名了。在 SHE 领衔挑战的高难度啦啦队过程中，屡屡做出挑战十足的特技动作。到底他们还要完成哪些竞技啦啦队要求的指定动作呢？腰弯手不要，太疯狂了！脚不要弯。好家在 Hebe 平安完成啦！可怕！你们要吓我吗？不用怕，我这个我跟你猜拳，我们来享受一场惊声尖叫吧！来来来，我跟你猜拳，不用不用不用，摄影师，摄影师没带衣物，不用紧张，来来来。同样也很害怕的 Selina 能顺利完成这个动作吗？等一下，等一下，我没有锁紧吗？有吗？有吗？现在有了吗？ Okay， 我打开，手上。不要吓！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让我晃了，你们让我晃了。好。哎呦，哎呦！不张力。
我先讲一下啦，我肚子有用力，肚子太大，你们快回出来啊！手伸直，来 ，ready， 我干嘛？这个姐妹不怎么样。看到这样恐怖的指定动作后 ，SHE 立刻逃之夭夭。不过经过工作人员的安抚后，三个小女生总算回来再度练习喽。眼睛闭起来，他冲过去了。不要笑哦。那瞬间就那种回光返照的感觉。我觉得你们瞬间两个人脸都是不一样，而且是一瞬间，真的，一秒的感觉。哎，好啊，真的想给你了。哎，后面哥哥推你屁股，哎，好爽。要吸咬值吗？手要用力吗？对，要碰它。好，手用力哦。Ready， 1, 2, 3。好，够扩张吗？哇，刚刚那一口很大颗。然后还不通就掉马桶里。有发出声音吗？有。SHE 果然是硬底子功夫 ，Dance Your Day， 屡屡挑战高难度动作，却能够安全过关。不过真的还好没事。最想再看一次第二名，第二名就是大小 S 再度联袂出击，要挑战的就是闽南语电视剧的演出，到底大小 S 的闽南语进步了没？赶快看看就知道喽。现在《封神榜》的剧本已经在我手中了，我们现在练习看看好了。你来跟我对戏，我演哪吒，你演鸡吧。在蓬瓦前轮村。什么啊？这边好。这是。像刀的囡仔，讲话哪这无礼貌？我讲话无礼貌，你讲话怎么礼貌嘞？刚才呢，化好妆跟换完衣服的时候呢，我还满心欢喜，今天可以演一个美丽的妖怪。谁知道我的头发，简直就像伍佰刮过发之后的发型。我们比对他和伍佰的造型，相似度是不是百分百呢？这就是我吃人魔的造型。你仔细看一看，有人不觉得我比较适合走 heavy metal 路线吗？首先，大小 S 前往棚内排戏。撞到就倒了，就跌倒啊？是跌倒了，撞到不跌倒了。好，你发现妹妹来了。阿友，你要摸头哈。阿友先叫，再跳完反应一下。花上一点没关系。哎呀，这天。你可以站起来，撞了就扶了就起来了。你也可以站起来，跌倒就可以站起来。对呀、啊，跌完就可以站起来。啊，你两个是对，就会冲线了。我跟由于这次采取现排现演的方式，因此大小 S 根本不知道台词是什么。两个都不会说台语的大小 S， 这次任务相当艰困哦。我刚刚在讲。我刚刚在讲。弄啊，无老好问。弄啊，无老好问。才短短六个字的台词，就把小 S 打败了。姐啊，姐啊，你的名就够清人。好，你的名就够
你的名就叫叫青莲，我的名就叫花莲，就叫花莲。你讲，未歹听啊？未歹听啦。我叫拖西莲。我叫拖西莲呢。是啊，你的名叫做青莲，我的名叫花莲。未歹听啦，我讲，我叫拖。我讲叫拖西莲。未歹听啦，我讲叫西莲。拖西莲。未歹听啦，我讲讲。状况似乎不太好，赶快看看接下来的排演情形吧。好，三二一 ，Q。木兰，那个青莲同学，你先坐。先坐。五、四、三、二。哎呦！哦，太痛了呢。哦，你，啊你两个那青莲后腿都来扣车啦。是啊，你无意思啦，有好看你敢吃？拢无留好稳。哎呦！真的没有。接太快了。第一次就因为接词接太快而 NG 啦。四、三、二。嘿，啊你两个是安那这就来到家啦？是呀、啊，你家我未数呢，我看你敢接啊？哎，Hello， 我不是说你不要看他吗？对，你又忘记了啊。这次是因为大 S 看错镜头而 NG 哦。是啊，你没意思啦，有好看的家己吃。对咯，弄好。好。弄不落去。哇，你叫青莲，啊我呢，我叫花莲。哼，你的名敢好听，我呢。NG 连连的大小 S 能够挑战成功吗？你叫青莲，啊我呢，我叫花莲。你的名敢好听，我呢，我叫你蔡西莲呢。青莲公牛。伊来呀，给你。哎呦！终于导播喊 OK 啦，不过其实小 S 念错了一句台词哦。你的名字好听，我呢，我叫做拖西人呢。小 S 竟然把拖西人念成拖西人呐！绝无仅有，恐前绝后，令人拍案叫绝的大小 S 闽南语电视剧演出，在状况连连的情形下，到底要 NG 几百遍？仅此一次的画面，广告过后即将登场。绝对爆笑的大小 S 闽南语剧演出，在排练时就超级不顺，在 NG 连连的状况下，究竟会拍出什么样的闽南语封神榜呢？这个小囝，伊的心肝这么好，那呢，我到底是爱吃还是唔爱吃？哎呦！你这么有意思呢，好看你自己吃。对，都没留给我。嘿，你两个还是公主不？这个公主是我青莲，上这句才上对的。你叫青莲，我呢，我叫花莲。你的名字好听，我呢，我叫做蔡西莲呢。青莲公主，你来呀，给你。青莲公主，内底有水啦，我现在再来找带水的东西。太精彩了！大小 S 的闽南语电视剧大挑战实在妙到不行，不论是扮相、剧情和演技，绝对让你无聊。哦，最想再看一次第一名。什么样的内容竟然可以赢过大小 S 的闽南语剧？答案就是杨丞琳的奇人异事大搜命。到底丞琳找到什么令人惊讶的奇人异事呢？我据说有个消息是你们家很特别。可是我看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住宅，特别在哪里？我很想知道。特别，嘿，我们是喝尿成名的。没想到他们就是一家七口都喝尿的家庭哦。于先生还带陈琳去厨房看另一样令人吃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赶快来看看吧。没想到竟然是人尿冰棒！天哪，真有你的！吃啊！对啊，你试试看。我不要。冰呢？就咸咸的，咸咸的，咸咸的冰棒就很。因为上面这个水，下面就是纯尿。真的啊？颜色不一样的哈。上这个是尿，然后下面是水。对。哇，好脆哦！太咸了。很咸哦。我不要。吃一口。我不要。
我不要，好可怕哦！这个比盐巴更咸。这一桶哈，是陈年老料，也就是已经有十多年了。十多年啦，对，一样。你看看这，哦，这个就有尿渣味。我不敢，我不敢。真的？哇，我闻到了。这个好像。李先生，你说你要带我看最特别的是什么东西？很好奇。哇，这是什么？陈琳究竟在于先生的浴室里看到了什么呢？尿澡。没错，于先生全家都用这一缸尿澡来洗澡。我塞。嗯。不要不要不要，滴到地上了。哈哈哈，腿软了。好好好，千万不要拨到外面来喽。哇，于先生，你真的。很大胆呢，哇塞！不要，没有味道，但是我也不要吃。果然是奇中之奇的奇人异事，陈琳真是辛苦你了。而于先生这家人可堪称全台的尿香世家，最强排行榜超吸睛浏览率报表 Top 5，超吸睛浏览率报表第五名，小丸子来喽！小丸子，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见面，大家好。哎，他直接就上升了，有没有看到？对呀。啊，小丸子今天有没有去上学啊？没有，因为今天下雨就不想去上课，湿哒哒的。你说一声，爷，我要吃这个，好不好？爷，拜托啊，带人家去吃红豆饼啊。爷。哎呀，根本就是他的嘛，对不对？陪你陪你，有什么你想听的吗？陪你。啊，那你真的不知道小丸子最后跟谁结婚吗？因为每次话都很多，只记得看。哎呀，你俩回来，你也小丸子回答。其实我那个娃娃音跟那个小丸子的共鸣很像。对啊，能不能娃娃音跟小丸子对话？来，两位来靠。那剧情是怎么样呢？剧情就是说你来抢银行。啊，遇到行员是这样，好好好。然后他说今天没有现金，你不用抢了，去别的地方试试看。好，然后顺便你还劝他做一点善事，就是改邪归正。两位 ，Action， 把手举起来，不要动。可是我没有钱哎，我要让秋啊，你把手放在桌上，不准叫警察。你不要叫，人家好害怕哦。你不要怕，我不会把你杀掉，我只要钱。你不要跟我拿呀。妈妈说要过乖小孩，不可以去抢银行啊。是吗？那你给我1000万好了。可是我没有哎，不然我们私底下再瞧好了。不然那我们留个电话，我们一起出来好吗？我们一起去喝咖啡。你们这两个人在那里装可爱，你们犯法，他们抓掉。你破坏了一切好不好？是吗？对呀，对呀。哎，掌声鼓励一下。好可爱哦。可爱，你看，哎，这是小丸子来舔你，对呀，你好可爱啊！那他好厉害，他刚配对那个嘴对得很好，对呀，很投入。那接着下一个单元，你来下那个 slogan 好不好？好，马上进入我们下一单元，叫做是“人不可貌相 ”，Super 白雪公主。没有后面那一句啦。你还记得这段不论是收视率还是网络浏览率都超级高的卡通小丸子配音员吗？是不是口爱到让人忘不掉呢？超吸睛浏览率报表第四名。海豚音你会唱吗？不会啊。来一下，来一下，一下大家都的。没有没有没有，老师给个音乐，没有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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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的 key 啊。滴滴滴滴滴。没有，很好听啊，很好听啊，很好听啊，很好听，很好听。哦，那个怪怪的啦，好像被戳到菊花。哎，老师再给他一个女生的 key 啊，来，没有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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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还是很低啊。啦啦啦，好吗？知道谁会，你知道吗？谁？一比会，一比很高啊！对，来来来，没有在，没有，可以，你可以低一点点去啊。
怎么会尖叫成这样？我觉得你找到，你快找到。喂，马，变马了我。我觉得你可以。有了有了，有唱歌好气息，整个好热哦。要是真的有海豚来，也会甘拜下风的海豚音比一比，靠着陈琳和 SHE， 连 V 大四也输啦。潮汐金浏览率爆表第三名，第一位郭玉瑞，郭玉瑞17岁，170公分，58。拍不出，好像女生哦，好可爱。你看手在后面干嘛？对，她手，女生的手嘛，而且她腿还蛮细的，啊对，好漂亮。嗨，你好。这手怎么可以一直摆在菊花那个地方？Say hello， 太酷了。Hello， 大家好。小女生呢？哎，我跟你讲啊，她最适合干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啊，取代淑仪体另外一位，两个多搭配啊！你看，哎，你们俩站一起，你看多搭配。对啊对啊，我真的想的是，我淑仪体比我还要淑仪体，很淑仪体的吗？好害羞哦！对啊对啊，听到黄色笑话或话题。都会脸红，就不喜欢听。真的吗？嗯，他才17岁耶。那我讲一个喽，讲一个喽。没关系，没，我们会保护你。好。干嘛这样啊？计程车是黄色的哦。哎。哎呦，哎，他看我会那个眼睛会这样闪，你眨眼睛我看看，叮咚叮咚，啊，叮咚叮咚，天哪，可爱到爆了，可爱六连拍，来，嗨，麦克风拿一下，来，一边一拍，两拍，女生，四拍，五拍，六拍，七拍，各位。各位爸爸妈妈是男生哦，是男生哦，也算一个才艺啦。对呀，我是觉得他很像女生。哦，佳宇，佳宇，你不要骗我了，你是男生。真的，好，你站着尿尿还是蹲着尿尿？站着，站着。嗯，好难想象他站着尿尿哦。我怎么看都觉得你是我的姐妹。比如说哈，这是一个厕所，有没有？好，手，你手要扶开。好啊，我走进来。这位比花还要娇媚的郭同学，比女生还女生的男子汉，是不是让人直呼不可思议呢？更多精彩内容，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我真的没有哎，那我不要拿出来送给你们了吗？可以啊，我出去比一下。哎，可以，我觉得闪人闪人，大咖来了，大咖来了。没有，小贤可以跟他们拓，真的。小贤可以，他有资格，我也行啦。小贤姐可以啦。我是他们幼稚园的时候。来，有吗？哎，很高级耶。哇，还穿高跟鞋。我很早就想跟他们一起，就是比胸部。真的，因为大家都说实力，我可以摸吧。输了。我可以摸吗？不要比那个啦，比那个好害羞。算了，你们先打，可我先不要摸。好，我不相信陈琳手，你试试看。可以探取一下。真的可以吗？好了，我认输，我认输。不好意思，唱片公司。你分别把它列出来，一二三名，好不好？巧巧的最大，真的吗？谢谢
大家。3, 2, 1，你怎么知道？他是宽耳大。我看他的眼睛，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在笑的时候，这样。哪有啊？太累了吧？哎呦！因为他宽耳大，然后什么东西？你们两个。你的意思是说他外扩了？宽耳大。就是整个，你知道？哎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不知道，不知道。那你这个我是扁而凹了吧？这样可不可以？想不到这些当年还是美少女的艺人，竟然在我猜中一较大小，果然让收视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超吸睛浏览率爆表第一名，第四位小蛙来喽！16岁，160公分，16公斤，太阳谷，这是小蛙啊，哟，好可爱的小蛙啊！哇，哟哟，这个台步先啊，这个台步啊啊，哎，好卡通哦！哎，好害羞哦。哪一族的？泰雅族。那眼睫毛也是一个超长。眼睛真的哇，你特别大颗，有没有看到？泰雅族漂亮。哎呀，打飞鼠，虎山猪的经验。那是跟爸爸去，就陪全家人一起上山去打猎。还是你两个弟弟，一个叫飞鼠，一个山猪。飞鼠。第一个，你平常都做什么？吃饭睡觉打东东，问到第99个干什么？吃饭睡觉打东东，问到第100个，你哭什么？我就是东东。啊，怎么会变成全场焦点？因为那个人呢，他就上台去唱歌，唱歌就算了，他就好像在背稿子，要演讲，他就先。就跟我表白啊，对啊，然后表白完我就无缘无故被拉到台上去看着他唱歌啊。哦，就那种感觉，就对他参加比赛嘛，哈，比如说你是来宾啊，哈 ，You are so beautiful， 然后今天我来参加歌唱比赛，其实我有一个心仪的人，我想对他表白，他就在台下，我想请他上来，就是他。So beautiful， 甜蜜。You are so beautiful。你不要吓人家。You're everything I need。哦。You are so beautiful。甜蜜。不是啦，我是把那个当时的情况让大家知道。自己想唱歌吧。对啦对啦对啦，怎么样？还可以吗？可以。你什么态度？我不会咬你。那离越来越远了，你真的吓到人家了。好好，那你要唱歌啊？嗯，对。刚前面那几个鬼啊，不，前面那几位听说是原住民朋友，他们唱歌跟鬼，最后那个 Hero 还可以。你要唱哪一个 ？Hero，F I R 的你的微笑。F U C 什么？哦 ，F I R。这是你公开的微笑，在我心中围绕，别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太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到最好，你就像你热闹的轨道。一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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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摩擦摩摩擦，小弟小弟摸小弟，厉害！宪哥啊，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要在山里才会唱啊？对，他们比较会唱山歌，不会唱那种流行歌。那我们把机器搬到山上去拍好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也像他一样有美貌的外表，却有让人会 key down 的嗓子吗？只能说他的歌艺实在惊人啊！最经典好笑 Top 5，最经典好笑第5名，骄傲江湖，由吴中。
宪饰演的令狐冲会和相关演员群查出什么样的火花吗？而他要对抗的是康康饰演的董房不败，到底谁能一统江湖呢？我也特别准备了你最喜欢的花衬衫，花衣服。哇，你穿成这样还叫花啊？啊，这能够花吗？哇，你这个臭娘娘！他竟然骂你娘娘腔！哎，你骂谁呀？真是！真的没偷，你明明就有偷。我没偷，看我今天来收拾你！林平之，我告诉你，你竟敢说我是小偷，我干掉你！会会会会会会会！哈哈哈！我点了你看的好，我看你现在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告诉你，你把葡萄把你藏到哪里去了？大丈夫男子汉。没偷就没偷，我真的没有偷人，我真的没有偷人家的葵花宝典。师父，我看大师兄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没错，我听说被点穴的人是推到地上也不会动。这么说我应该换一个舒坦一点的姿势咯。我你换换换，师父我们来试验看看。好，来，好，你到那边去。哎，进，嘿，好臭！哎呀，真的不会动哎，真的不会动哎，好玩哦，成功成功！而且师傅啊，我还听人家说，被点穴的人，你不管怎么弄他，他都不能反抗，是真的吗？没错，没错，不然呢，你放冰块跟蛇在他身上试试看。好哎，好哎，我会拿。师傅，做人要有站责啊！放脸，放脸，放脸！啊，站站站站！宪哥会遭受到舌吻吗？阿雅扮演女主角，却成了众人笑柄。冲啊！那个鬼东西就是你的新马子哦。嘿，呀，这么，还不如跟他。不要笑，他好歹也是一个女人。正好加入你们。更多更多爆笑剧情，千万不要错过！令人摸不着头绪的剧情，让吴宗宪饰演的令狐冲吃尽苦头。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师父，做人要有站责。放脸，放脸，放脸！啊，站站站站站！解了，谢谢！冰块呢？谢谢前辈帮我解嗨。
谢谢。哎呀，小兄弟啊，我看我们还顶头缘的嘛。不要这么说，慢点给我，慢点给我坐下。这样子好了，谢谢前辈。那些人呐、啊，都这样欺负你，我就把我的独门秘招“独孤九式”传给你好了。现在很糟糕，有个冰块在里面。要不要学？啊，前辈是真的吗？真的。那就再谢谢前辈了。不过再学出来了。而且还是一个有洞洞的。我要先把你的任督二脉打通，请倒立。请打。倒立。你倒立打我一样。说的也是。是吗？真好玩啊。对嘛？哪有我倒立？你武功强，你倒立来。来。不用了。你倒立。不用了。不用了。哈。哦。高一。时间过得很快，领悟力极高的令狐冲在两天内就学会了独孤九剑。前辈，我已经学会了你的独孤九剑了。为师很高兴，虽然你几度要杀死为师，但是很快你就学会我的独孤九剑。是的，现在把你的武功秀出来，让为师的瞧一瞧。草上飞呀！为师，你这样退呀？但是为师觉得你接近完美，可是左退，什么？左侧小腿的肌肉有点怪怪的。真的吗？没错，你再试一次。好。草上飞。另一组，让为师瞧瞧。神经病了。好了，你现在已经练完成了。哈哈哈哈，终于已经让我练成了。美琪，赶快去找他们报仇吧。好，走，草上飞。再见了，徒儿，再见了。哎呀，不用计划了，把剩下的半部葵花宝典交。我就是因为练了那半步的绝招，很难演，才变成这样。咦 ，music 掌声！你讲话你好长。人单没更少，好，爱单没多少。人妖了，对呀，他或者是人妖，还是泰国已经很过去了。这样没有救了，不要乱讲。对呀、啊，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快别跟他废话了。来，我们三个一把解决了吧。好，乱招。东方不败，来，快快放过他们！虽然他们对我们不仁，但是我们却不能对他们不义。放过他们！干嘛？啊？你是谁？我是谁？令狐冲，这是我马子任盈盈，认吗？原来你就是令狐冲，冲！难怪有这个气味。让我用男人本色跟你对谈。不是说男人本色吗？我们来了一个欧巴桑，管我！哼，我告诉你，日月神教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告诉你，快放过他们！令狐大哥，就是他杀了我爹，赶快帮我报仇！是他杀了你爹，这不是说吗？干得好！哟，令狐冲啊，那个鬼东西！
就是你的新马子哦。嘿，你好，上吗？还不跟他？不要笑，他好歹也是一个女人。好了，加入你们。今天竟敢在这里嚣张，我看你就纳命来吧！看我的！好，本来是要草上飞，但是要掉很痛，就用别招好了。当剑士，你们听到，快说啊！令狐冲答应我，什么事？帮我买秋裤。你干什么还瞒别人？就在一片嘻嘻哈哈的生死决斗后，东方不败彻底消失，江湖再度充满祥和之气。嘲讽说短句，不恩居家庭，讲错台词就得遭殃。好好好，我们呢找不到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来照顾我们，太可怜了。哎，就这样吧。错。看一下，不要把这两根油鼻涕。赶快去敬一下那个岳父，然后跟他赔个罪。等等，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没有，刚看到三号机特写我的脸。我今天是演关公吗？笑傲江湖，突破当时综艺节目制作形态与规格，荣登我们最经典好笑第五名，最经典好笑第四名。Hello， 大家好，我是惠慈。Oh my god， 上次找了帅哥，为什么最后一名了 ？My god， 你们这些评审逊毙了 ！Understand？ 这次哈，我一定要找到更帅的帅哥，一定要得到第一名。Let's go！谢谢。可乐，不对，不是可乐了 ，My God！ 只有西瓜汁啊。哦，你要请客吗？老板，老板，你要请客一次吗？没问题啊。啊，西瓜汁一杯。啊，没有薯皮蛋呀，那么炫 ，My God！ 我现在在找帅哥，我觉得你长得蛮帅的，可不可以来参加这个炫哥的比赛？灿灿啊。如果炫哥找我就去，但是我现在要忙，不好意思。Oh my God！ 你炫毙了。先生 ，Hello， 秦香呢？那你有没有办法来参加我猜我猜猜这个节目呢？我们现在在找帅哥啊，我觉得你长得蛮好看的，为什么没有办法？要工作啊。请假一天又不会怎样？没办法。没办法。对啊。好了，可以，那你逊毙了。Hello， 先生你好，你的鸡排好不好吃呢？好吃啊，那买一个试看看。不是用买的，应该要用送的吧？你没听过我的名字啊？啊！My God， 你逊毙了！我说惠慈啊，你再逊下去就要做一集逊毙男孩啦！好差劲啊，没有帅哥。其实你有没有勇气来参加我猜我猜猜猜这个节目呢？不用啊。为什么不用啊？觉得自己太丑吗？好了好了好了，上下班小心安全了啊 ！Hello， 我看到你了。你长得蛮帅的嘞。谢谢。不要笑那么大声。来比赛选帅哥了，我觉得你长得蛮帅的。身高几公分？身高啊，177啊。好，不高啊。哈哈哈！说你不够高，人家生气啊。不笑那么大声。女生 ，Hello， 你好。觉得你们两个很帅了，转过来。Hello， 转过来了，长得蛮帅的，躲咪咪啊。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帅哥呢？后面有一个。真的？女生，可以啊，你长得很帅，又像外国人啊。老板，老板 ，Yes OK， Thank you very much。Hello， 呀，老板要给你了，可以去。
现了我猜，找帅哥。我觉得你长得好帅啊，可以啦，一首歌。你是店员吗？我不是。不是啊 ，My God。Hello，My God， 哎呀 ，My God， 转过去了。Hello， 哥，跟着上。想要找你签名，走走。其实你好，你长得好帅哦。哦，你们有去来参加《无限》这个节目？我猜。哎呀，找他签名。有啊。你有没有工作呢？没有。没有啊。Oh my God， 失败了。是什么样的帅哥让惠慈大喊 Oh my god！ 这里鞋子好漂亮，有我喜欢的，哦，粉红色耶！老板娘 ，Oh my god！ 那跑掉了呢？好了，鞋子我偷走啊！好，那给我多少？300可以吗？那你抢刚才一个人，我还跟你讲400。哦，刚才不是说350吗？我喜欢粉红色。工作人员帮我们请了，啊，好 ，Let's go， 祝福你升星了。OK， 谢谢。Oh my god， 士林夜市好漂亮哦。啊，这里很漂亮的大鸡腿，大鸡腿，好漂亮的大鸡。没有抢，他就默默的。你从此就。帅哥，还是叫你胖哥。哇，老板，他一份鸡排多少给你？一份鸡排。嗯。啊，能不能打折一点？可以呀。啊，要不要多少？这样子有没有办法？没问题。Thank you very much。逛完了士林夜市，惠慈决定前往附近的天母商圈寻找店潮。Hello， 卷哥，先生，你长得蛮帅的。可不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我猜。不要笑嘛，你女朋友会害羞啊。Oh my god！ Hello！ 哎 ，Hello！ 我要抢了，大神 ！Hello！ 喂，就睡，三位全部人。Oh my god！ 哎呀，朋友。惠慈的高人气也算是近年演艺圈的奇葩，而他得奖的原因正是他风靡全台少男少女的口头禅 Oh my god！ 最经典好笑第三名，吴文芝家庭傻女婿拜年，饰演员外的吴宗宪与阿雅饰演的员外夫人遇到女儿女婿回娘家，会发生什么样的爆笑剧情呢？这个鱼呢，哦，是我们多人道沙龙，基本上刚才已经摆过了。这个好好讲，你的贱内一直在干扰你。贱内沙龙了吧？这条鱼呢，我们是托人到沙龙帕斯西米路沙漠和帕斯西米路念苏利达拉斯高原交界。哦，厉害！标高，标高了吗？5720。是在出唱片，你画太糟了不行，有不会画很糟，因为我们毕竟宪哥，你一定要画很糟，创作路线毕竟还是不能够这个。宪哥，谢谢你，没有，你也知道，你以前是我的老板嘛。哎，等，我画一个棍棍在中间，你就画两个蛋蛋。我要画腮红，因为你画的很好。为什么画这么多笔啊？两个人一起。那高的什么东西啊？不用想，高的是。高的什么？大女婿已经越来越有型。高的模拟鼓。你要画成高。你要画多远？太高了。他在说彩虹天堂哎，太多了吧？太热了。没有，那才开始了。好了，就这么办啊，拿下去晚上加彩啊。好，加彩加彩。好，你结束了。还有，哎呀，来了，爹娘二女儿和女婿回来，请安。他阴阳顿挫好妙，哪来的腔调啊你？赶快，大过年
那大过年，讲些吉祥话，拜年呐、啊。恭喜恭喜，祝爸爸妈妈每个好狗运，一年不见，岳父还是人模人样。岳母还是名垂千史，这你讲这是什么话啊？对呀，胡说八道了。你女儿是看上他哪一点呢？女儿是看上他哪一点？哎，爹娘，别，他没这个意思，他没这个意思。你别像洗浴吧？对呀，对呀，爹娘，他没。对呀，这样乱喷人。他没这个意思，小心啊！小心，小心后面，他这是发型师的，像这个样子。他只是书读的少，你们别怪他。好可爱。头发乱了啦。哎呦，我们女儿怎么还这么骄傲啊？错，你错。画口红了没？老爷，你也别气了，彩色的，对，你们聊彩色。哎，你们是带了什么给我们拜年啊？是啊是啊，带了什么给我们拜年呢？快呀，我们有带来礼物啊，你赶快拿给爹们，是一位当老婆夫人呐，什么爹们？爹只有一个啦，爹娘们，对。我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在第三大街麻花巷第五户人家左转，进第七号胡同底右边第六间，上二楼708摊子的打铁铺里找到全国第一的打铁师傅，打了个大钟，祝岳父岳母如日方中。怎么能背这么好？傻了！哎，大过年你给我送钟啊，气死我了！拿走！爹，你别生气，因为啊，他书读的。好，不用再喷了。那什么时候画口红？这个画一个，画一个是吧？小的就好。骗谁呀？马奇欧将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就在一阵瞎搅和后，几乎每个人都 NG 连连，被画个满脸。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爆笑剧情发生呢？再画一个，画一个是吧？小的就好。骗谁呀？好，这样好不好？麦当劳都是为你。好，就这个，好了，就这个。好。好看。姐姐。哎，女儿，我好想吃麦当劳哦，怎么办？看到你啊，这里没有画。那二女儿是要讲啥？牛牛她不是故意的。哎呦，我们女儿怎么还？到底是喜欢她哪一点呢？哦，阿女儿。这句话还不错，我会回答。娘，她很好。她是一个好人。好可爱。她从3岁就开始帮家里洗碗打扫。7岁就开始帮老婆婆扶过马路。扶老婆婆过马路。扶老婆婆。帮老婆婆扶过马路。对。倒上去了。扶老婆婆过马路。12岁就开始摆地摊。来补铁家具，贴补。哎，你猜哦，这个这么粗，我能不能塞进我的鼻孔？你猜？不行。可以。真的还是但是要用后面这个细的部分。好，我们来猜啊，猜啊。真的塞进来了！我拿的毛线。天哪！有毛？有毛？有沾了鼻毛出来吗？还有一句，二女儿还有一句，他故意整你的啦。还有一彩虹，他真的是。是什么？他真的是。是什么？很有。哎，这个用过了。没用过。
么扯啊？姚伟爸，我爱你。哎，知道你爱我。你的话一笔耶，你太夸张了吧，宪哥。好，他是真的是一个守望相助，守望相助又有功德心的美男子，我爱他。耶！我这女儿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谁跟你骂我？说话话，哎呀话，那你骂我？吴晨，有啊，这里啊。啊，我以为这边是纸条哎。三、二、停。他不是这么难画。时间到。哎，好美哦。哎，看他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他根本就不可靠。这个女儿怎么还这么骄傲啊？还这么骄傲？对啊，就这样啊。就这样吗？以他为骄傲。哦，错了。错。还好吧，你们对我好严苛。哇。我只错一点点而已。有没有熟悉的设计师？让人这个让我来，这个让我来。你们等一下，你们都让开，这个让过来，把脸让过来。亲我！好好哦，头滚头了。突然觉得演戏是变小心的。夏哥，这个真的是太歪了。你画起来好可怕。王八蛋。什么词？什么词啊？看我笑哎，乖乖超成这样。藏人，藏人，藏人。好脏啊！不要画了，不要再画了，那么恐怖。好恶心啊！等一下，讲话啦。我不能讲，因为拉出来会有鼻涕。快点，你要讲。五、四、三、二、好。我们呢找不到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来照顾我们的二女儿了，哎，就这样吧。错！站！退下！不要拿这两根油鼻涕。不要！我跟大家道歉。宪哥对你不好。哦，当然不要给我画成这样。他的耳朵也有人在画。好了，好。哎，是我怎么看这女婿都有病啊？那你刚刚说他老实也差太多。是，二弟啊，来，你赶快呢，赶快去敬一下那个岳父，嗯，然后跟他赔个罪。等等，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没有，刚看到三号机特写我的脸。我今天是演关公吗？经典剧码杀女婿来拜年，在不恩之至场的情境下，每位艺人最后都变得灰头土脸，因而荣登最经典好笑第三名。最经典好笑第二名，他喜欢动画跟特色影片，特色特别的摄影的特色啊，嗯，为什么？就是日本很多那种很像是真的那个怪兽那种影片，特色。对对，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是给小孩子看的，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那是你为什么跟我讲话？你要看这边，因为他都看下面，因为我害羞，害羞，好腼腆哦。对他真的很害羞哎，不敢你他，因为他比较少接触人群呐。对，宅男都这样。英男旅行团赴日考察，你去过了？哇，你没去啊？有去有去，不是有没有去啊？有去啊，有去，没去有去。你说没去过，他是说很有趣是吗？没有错，没有错。哦，你啊，你的公益，好好参加那一团去一次要多少钱？一次要25000-6000块。你都去哪里？都是只去参加那个他那个展览活动而已，没有去别的地方。资讯展啊？不是，那我们同人志展。同人志啊，日本同人志的发源地啊。嗯，对啊，看到我了。啊，对对对。有没有交女朋友？没有。喜欢女生吗？喜欢啊。那为什么不交呢？试试看。哪一类型你喜欢？哪一类？我来处理。他的眼睛会传达讯息。真的。
到你的偶像，心里面有没有觉得梦幻的破灭就是成长的开始？有啊。为什么要梦幻的破灭？现在这边有一些那种小花，有没有？他自己还会想一些特效，有没有？来来，有机会跟自己的偶像表白一下，就是说，我一直都很喜欢你。我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很喜欢你。然后呢？你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我？就今天刚刚。我真是受宠若惊。说话，加油！我很谢谢你这样子，先喜欢我。希望你可以进而喜欢我们的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嫁给我好吗？Selina 的粉丝们可别生气哦，她大胆的表白和支持，就是告诉我们爱要说出来。情人节快到了，记得把爱说出来哦。最经典好笑第一名，那力气很大，可以将妈妈抱起来。真的假的啦？连奥运比赛项目也只看举重。哪里买的枪机关？那母亲多高啊？妈妈有来吗？母亲啊，母亲很娇小哎。不会啊，妈妈也蛮大只啊。不会啊，很娇小啊。对啊，那你将来长大可以去扛瓦斯啊哈。有两个职业可以选择，一个扛瓦斯，扛瓦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当摄影师。哎呀，讲一下嘛，你为什么又回来？开始开始。你好捧宪哥的场，可能我听多了。这个新的啊，你没有听过啊？我没听过这个。宪哥，我真的觉得你的笑话大家都不想听，因为有人睡着了。我也睡着了。这个是我主持。有十年来，我他是我的罩门，我吵得越大声，他睡得越好呀。他还沉睡嘞，而且我觉得郭先生的天命坏，他有来熟睡，好笑。各位，他是追星达人，那谁都追耶。我们现在就来一个全体安静一遍，定格。你怎么面对我？把错我们藏得如何？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我。你怎么面对我？把错我们藏得如何？我录一集哈，他就坐下来，因为冷气要开强嘛，要不然太热嘛。他坐下来就没醒来过。我们有一次啊，我们就 ending 了，下周什么同学，我猜。然后呢，下个礼拜来，他还在睡。而且感觉做好梦，还微笑。工作很忙啊！搞笑功力一流的宪哥，竟然也遇到有人不买单的情况。这位熟睡的大哥，赶快起来吧，给点面子，赶快起来吧。